你打开农民历，唯一在天下之间循循的，就是四天王。所以有四天王循循日，啊，那一天你打开这个通书，我们台湾人讲通书，香港人输，他是输不起的，香港人叫通胜，通胜不叫通书。啊，叫通胜。啊，打开来看，里面有四天王循循日，也就是说，那四天王循循日，就是他们四个天王下降，带领着所有的部队，去巡查众生的善恶。那个日子，就叫四天王循循日。啊，这是。这个黄财神真巴拉的功德。